哦耶 ！Slime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屎尿人。Hello， 头先犯咗严重人类总是犯重复嘅错误，所以今日我要将佢 SM 至死。好啦，头先即系犯咗非常严重嘅错误啦。咁 ，anyway， 今日我换咗一对木对嚟。竟然头先用一个火队嚟打水，咁住超兽机神，你真系犀利啊！你咁超兽机神咁劲，你咁废嘅超兽机神，唉算啦，系使用者不当，呢个系人嘅问题，超兽机神无关。OK， 人嘅问题，样衰。OK， 冇嘢讲啦嘛，我样衰，我贱格，大家一定好认同，好开心啊，心入边倒抽一口凉气。唉，真系到抽抽嚟嘅。OK， 我睇下几多攻先，萬五攻喎呢只嘢，好鬼高攻我，唔杀咗佢算。唔得，如果唔系真系钉住，即刻又拆咗拆咗木珠先，唔珠珠要萬七血，萬七血。呢个故事教翻我哋，超兽机神虽然好大部，但系其实都唔可以乱嚟噶，非常之脆弱，系唔可以乱嚟噶。我从来冇乱嚟。实在太废啦！我太废啦，使用者太废，激死人真系。不过唔紧要啦，都一个几有趣嘅视频嚟嘅，几有趣嘅 video 嚟嘅，只可以咁咯，我又咁睇啦。嗰粒石我相信冇浪费到，带给大家好多嘅欢乐，系咪？系咪？系。好啦，咁我呢只咧其实已经升咗满级噶啦，非常犀利，系咪？呢只升满级啦，咁我而家咧就可以合体啦，两只合体又可以嚟。睇边面啊 ，bling bling bling。好啦，巨象、枯木魔像同埋壁青行者合体嘅就系叫做巨魔像，我嚟啦喂，嚟啦喂，哇哦，不中，几型啊，揸住个太阳去，你嘅血量咧忽然间暴增，而家去到萬九血啦，非常犀利，超强。咁佢之外技能系咩咧？就系木之召唤强化同埋防御之势，咁两个都系 CD 五嘅。咁即系非常好用啦，应该咁一阵再实战俾大家睇如何好用。不过其实我觉得，要带两只先至有用，其实有啲嘥位嘅。不过玩一下啦，因为我觉得合体始终都系一件好有型嘅事嚟。咁我谂佢有型系大于佢嘅实用性，永远都系啊。咁你呢？我都系啦，有型大于我嘅实用性，完全都系，即系系咯。你真系俾我入，真系唔好嘅。我系想大家写个答案喺个 comment 嗰度，系啊，我唔系俾你答噶。其实头先有型大于实用性，大家认为史莱姆配唔配呢一句咧？请留言。OK， 我今日都系着住史莱姆嘅衫。系、哦，史莱姆系，你惊死人唔知我史莱姆。好啦，仲未到第五关，我啲技能储好未啊？死我唔记得储技添。唔紧要嘅，专心啲啦！你唔好成日挂住讲自己好有型先得噶。佢唔好高攻嘅，所以可以噶。慢慢嚟，同慢慢打，放轻个脚步，一只一只。哇！转到木枝俾我做咩啊？佢就系唔想俾我做嘅。你想自杀啊？咁贱格，跟住打死你先。高人咁贱格，嗰只打九千唔好痛，先杀一只先。转三冚。哇四康，你冇计啦，智生。诶，大顶住咗，我要储呢只咁嘅死人。仲有四个喎、啊，死人盲。仲有四个回合。冇问题啊，四个回合，绝对冇问题。哎，死啦！已经冇咗一个啦。嘅下一关，嗱，我呢度嘅血我要撑三关啊，有啲难，有啲难。不过我呢个其实系有技有转心技能嘅。水輔就轉身輔石，所以唔使驚。上面咧就係水轉木，同時木轉木強化，非常之強。好勁喎！好啦，咁而家我嘅策略就係補血，可以用咗技能先，我諗用唔用先？可以用，可以用，但其實佢又把我打我唔死，所以可以唔用。好啦，咁啊 ，yes yes yes， 見唔見？見唔見？轉得靚啲咪叫做靚啊！靚啊！靚靚。做兩個就得啦，咁呢個時候用一用先。
水轉心，完啦，防禦姿勢。哇哦！好多心心，好多心心，好多心心。Yes， cool， 見唔見？就係得噶咯。跟住落嚟咧，下個合仲得啦，十分鏡所以未鏡，未鏡。唔應該燒木珠啊，嘥曬添。唔緊要，佢反正佢好低啦。呢個技能好特別嘅，佢一個回合內咧，其實大家都知係嘛？四個 combo 以下佢就敵方防禦力零啦，以上就係兩倍啦。所以基本上而家以上以下都係話俾你聽，以上我就破防，以下咧我就輕輕鬆鬆。咁佢 HP 得兩萬嘅啫，所以我輕輕轉個三 combo 咧就穩穩陣陣嘅。嗯，係咪？係喎。多謝你的配合，嚟啦喂，嚟啦！除非我轉到三金步嘅啫，點打都打到兩萬係嘛？兩萬血，除非數據唔啱嘅係超級啊嘛，係超級 OK 啱。三金步咯，係啦，知啦。三金步咯，打敗啦，過咗啦。再，我想遮住你個嘴。我要報一箭之仇啊！頭先我好嬲啊，但係有時咁呢只小心啦，反彈嘅，咁呢度要大啲啦。大大力咁射埋佢啦，咁就冇死噶啦。大大力咁咩？嗱，佢有八十万血，咁系有啲牙烟嘅。咁呢度咧就睇下我技能咩啦。水转木，咁你见到个水珠都几多。跟住咧再木转木，我唔用呢个珠，用呢个先啦。系啦，用咗呢个先。用个弱少少嘅先。其实都差唔多，都差唔多。不过呢个就好处就系多啲咧，应该会，因为呢度得五粒十水珠啫嘛，咁呢度会转多啲咯。咁又系。八粒可以轉山羊，我山羊未升華，我期待我嘅升山羊，跟住再強化。咁你都唔死我唔信啊！真係，不過可能我轉得唔好。好，忽然間有啲壓力添。放鬆啲嚟啊，小朋友。八十萬點都打到啩？斷估。嚟啦喂！好舒服嗰啲牙煙喎，擔心多做啦，一點五倍噶嘛，係咪？唔同熟食，食雙黑唔點，唔使咁驚嘅做人係咪先？好嚟啊，轉咗畫面嚟邊？打王嘅就轉畫面。好啦，呢個王係強化盾嘅 CD 三，咁啊，佢嘅血，咦？佢打死我嘅點解？哦，我未滿血，佢係打14600几嘅，咁其實真係代表唔需要擔心。可以輕輕鬆鬆打嘅，因為係 CD 二，而家同佢仲要三添，送多一回合俾你。嗯。咁呢度就諗諗先，開唔開技能住咧？可以唔開技能住，玩一回合先同佢。OK， 就咁啊。哦。天降。好啦，咁而家就差唔多係時候用技能啦。用我呢个先啦，嗯，好，用咯，嚟啦，确定木之转换强化，哇，好少啊，系咯，因为本身少水珠都木珠，跟住就嚟啦，再嚟啦，因为我仲有强化珠啊，即系十分之 make sense， 但呢关可以玩，光珠劲劲一抽咁样，死啦嘛，最后啦，死啦。好啦，最后我漂亮咁送佢归西啦。点转好咧？Yes， 漂亮嘅跌埋个火珠入面，不过木珠就嘥咗。阿玲喺度就会话：你啲木珠嚟嘅，留得几好啊！啲珠留得唔错啊，佢就会转，帮佢啦，轻松转，轻松过关。Yes， 高手，舒服晒。倒抽一口涼氣，好舒服啊！好舒服啊！好得戚啊！木隊啊嘛，今日用史萊姆啊，真係好先提示，睇下先，贏咗啦！哦，刷新個人新紀錄，異域法眼，因為第一次贏係要贏法眼法環法環法環嘅魚環嗰啲朋友，異域法環。咁我係打唔到張卡，嗰張卡一定要打到，因為同水機合體係非常之有型嘅事。所以我一定會打翻翻嚟，等我打
打翻嚟就試俾大家睇。基本上所有合體嘅嘢咧，我都會好熱衷去做呢樣嘢，所以太中意啦！你冇得好熱血咁啊？合體好熱血啲啊！Do you think so, man？ 因為合體我先翻嚟揾神喎，因為我慘。好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喂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影片咧，欢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。下边仲有两条热门影片，大家快啲 click 入去睇下。最后最紧要嘅就系记得要订阅我。再见啦，拜拜。